大众至诚礼佛三问讯。至诚顶礼教授法师三拜，向佛一问讯。阿弥陀佛，大众请就坐。大众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大众请放掌。诸位知士，诸位居士，大众放掌。我们今天继续看《大圣起信论》。每一次看的时候呢，都要来看这个一心开二门的这个表格，那在这个表格在旁边对照。我们现在已经谈到解释分离的分别发去道相。好，请看到16页、17页。16页、17页这里讲到分别发去道相，就是分别，分别就是要能够知道判断怎样的发心会去道，会往哪个方向。你发正确的心就会走上正确的路，你发不正确的心就很容易就会走上不正确的路。所以呢，这个去道就是方向，往正道，往究竟之道。那哪三种发心呢？有信、解、行、证。那我们上一堂课呢讲到的是信成就发心。信成就发心最主要是三种心。第一个执心，我们随时念念都依据真如自信，能够呢依真如起修，这是真修。如果依妄想起修，就缘修。所以我们不要依攀缘心，而要依真如心，以真如法来修行。那依着真如法呢，就会成就身心，叫做乐极一切诸善行，修善，修善法。那这个善法呢，第一个是断烦恼，自己会能够越来越清净，越自在，这是乐极一切诸善行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会自利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如果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状态更好，可以利他，可以帮助一切的他者，所以呢就有第三个功能，叫做大悲心，欲拔一切众生之苦，这种慈悲。这个大悲心呢，要怎么样具体的落实，那后面就开始有了这三种信心之后呢，它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开始产生不可思议的作用。所以呢在这边呢就讲到要帮助这个信心的成就，有四种方便。这四种方便是行根本方便、能止方便、发起善根增长方便跟大愿平等方便。这方便有多门，但是都是回到什么刚才讲的那三心。所以这个三心呢，如果成就了之后在这边就17页就讲哦，如果这个发心的利益这发心的利益就是你真的发心哦，就会怎样
菩萨发誓心故，则得少分见于法身啊，就会证到法身啊，证到法身啊。因为呢，啊，你证到法身，法身就是真如啊。那怎么样可以依真如起用呢？啊，前面刚开始啊，我们还没有证到真如法之前呢，啊，就是初地之前，我们还没有证到真如法，都是听佛陀讲有一个真如法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像我们现在呢，在学楞严经啊，有真心，有妄心。哎，可是听呢，跟实际上亲证就不一样哈。所以啊，这过去是缘修哈，但是现在呢，真的发心了之后呢，哎，乐极一切善法啊，那修了一切的方便，然后呢，得什么少分见于法身哈。这个少分呢，不是一点点哦，这光是一点点哦，就已经是什么？已经是见到啊，见到位啊，这初地啊，就是在形容这个法身啊能够现前啊，就是最少最少就是初地。那你不要看到这个少分就觉得哦，好像好少哦，一点点好像很差哈，其实不是，这就是像初一的月亮啊，初一的月亮是不是月亮？但是虽然它微微的亮，但是已经是月亮了。啊，跟以前看到的月影还有第二月都不是哦，这是亲证真如啊。所以呢，剩下的是什么？剩下的是无明啊，是无明呢还在怎样？还在蒙蔽心的作用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开始讲初地以上的菩萨呢，开始怎样？随其愿力。能现八种利益众生，所以初地的菩萨可以百界做佛，百界做什么？千百亿化身，可以分身到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去做佛啊。那这个佛呢，就是化身佛，对不对？啊，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啊，来到娑婆世界啊，来到娑婆世界呢，怎么样利益众生？啊，要 演出一场戏，那这一场戏呢，不是他已经是没有办法，所以只好来哈，而是他为了要度众生，他就要怎样，就要表现出跟常人差不多的人生，但是又可以让大众怎样学习啊？因为譬如说我们现在是人哈，人怎么学习你的人生？你从小要怎么去想你以后要做什么？通常是什么怎么成长的？我要怎么长大？就学习什么？模仿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怎么长大？你说，你长大要做什么？我们都会讲什么？一般人长大要做什么？你看小时候扮家家酒就会演什么？演男生就演什么啊，演爸爸，女生就演什么，演妈妈哈，然后男生就要演什么，打架哈，有没有啊？就是这到处跑哈，男生就去打猎啊，就是去猎杀小动物哈，要不然就是去做很多户外的活动，爬树哈。啊，女生呢就会演什么啊？都演那个煮沙子，有没有哈？就一个锅子一个盆子哈，在演八家家酒有吗？会吗？你小时候有演过吗？人生真是很无趣啊，就是你会角色扮演嘛，啊，要不然你就演医生，然后演护士有没有？啊，那有时候呢，那个小朋友呢就会演什么公主啊？你有看过那个小男生说我要当那个公主吗？就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男生就学男生，女生就学女生，学男生的什么？学女生的什么？就学大人。那大人是谁？就是你身边啊，你看到的，或者是你看动画啊，就是看那个卡通啊，看到卡通里面有这些啊什么，这什么蜡笔小新哈，是不是？好，或者是什么？
美少女战士或者是什么喜羊羊大灰狼，就是你的这些就是伴随着这些你看到的嘛，你听到的，所以你的学习是什么？就是这个社会，这个社会就教你所有你长大之后要做的角色，所以你就会想啊，我要当老师，因为你就接触到老师啊，我爸爸是消防员，所以我要当消防员，我爸爸是警察，我就要当警察，或者是呢，这个有什么什么什么职业是被称赞的，的明星，这个唱歌，好多粉丝哦，那你就要当偶像，或者是你喜欢打篮球，你就看到，那个是谁打篮球很厉害，然后谁都是被肯定的，是不是？大概就是这些角色扮演。那你的角色扮演呢，其实就是还没有办法跳出这个社会，有没有？这个社会的文化本身，它就在教导下一代的人，要怎么学习，要做什么，要怎么选择他的价值判断，因此呢，如果佛陀他要来到现身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，他就要去想他要扮演什么。所以假如佛陀来到现代，在现代，那他要怎么度众生？他会现身什么？他会当王子吗？他就不会当王子了，因为在这个时代王子没什么作用，就是王子他没有办法 作用啊，就是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古时候的一个想法，然后现代时代真的有王子啊，那除非你跑到英国去，就王室你就有故事可以看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佛陀那个时代呢，王族是国家权力的掌控者，所以他要作为一个这种位次，所以他要去利乐有情的时候，他要看现在这个时代他要如何来利益众生，然后来演出一场跟大众一样，可是选择却是走向解脱之路的这一场人生的方向，生命的大戏，所以你看他就开始呢有这一些表现，八种八相成道，有八种，这八种都在利益众生，第一个，佛陀从哪里来，我们从哪里来？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，对不对，前一仗是兜率天吗？不是。但是凡事呢要成佛的菩萨，前一站都是从兜率天降生，有没有？他的前一站在兜率天。好，那第二站呢要入胎，要入胎。摩耶夫人他梦到的是，什么六牙白象啊，或者旃檀楼阁，有吗？所以这个问心禅师最知道，对不对？心禅师都知道这整个佛陀的诞辰。再来呢有住胎，有住胎，还有出生，出家，这出家，修苦行降魔，成道，转法轮，乃至于入涅槃，这个性成就发心，就是这些部分，我们有看到八种八相，这八相，有分小圣的八相跟大圣的八相，这里指的是大圣的八相，我们刚才很快的看过一遍之后，有没有发现大圣的八相有什么，小圣的八相有什么？大圣的八相有住胎，住胎，小圣的八相没有住胎，大圣的八相没有降魔，出家之后就成道，大圣小圣的呢有降魔，所以它差别在这里，那随愿力我们就知道呢每一项，都在利益众生，所以叫做八相成道。那菩萨呢在这个阶段呢
他虽然是示现这个八相成道啊，但是他是少分啊，少分这个啊，见于法身啊，所以过去啊，啊，这无量世以来的无明啊，有漏之业还没有完全断除啊，所以他在度的时候呢，要怎样？佛陀在度众生有没有受一点苦？有受一点苦哈，他还出生住胎，虽然都很自在哈，可是呢，他的心里面有没有感受到苦？有啊，啊，他看到弱肉强食有没有难过？难过啊，看到生老病死有没有难过？有啊，他自己有没有难过？啊，他自己难过，他自己也会受苦哈，啊，也会要。这个苦行的时候呢，也受到折磨，啊，那乃至于成道的时候呢，也遇到了考验啊，带领僧团啊，也是就是要去怎样照顾这个身体啊，要去托钵，要去做什么？有没有苦？还是有苦啊？只要有还有这个业报之身，它就是苦，因为每天要照顾。每天就是这样生活，所以本身呢，这叫为苦相应，但是它不是因为啊，它没有办法，就是像我们是没有办法，有没有？我们会这样子，那能怎么办？就只能怎样？天生就是这个业报，就是这个障碍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因为过去的业，所以现在呢就有这样子的障碍，你没有办法自在啊。没有办法自在。好，可是佛陀呢，他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因为他要示现跟我们一样不自在。听得懂吗？因为佛陀从来没有生过病，我们就会怀疑，你都没有生过病，你当然就会说啊，病是虚妄的啊，因为对你来讲你都没有生过病，你没有受过苦啊。好，所以一帆风顺的人呢，有时候叫做不知民间疾苦啊，他不知道那个痛苦在哪里啊。好，所以呢，佛陀这个叫做示现啊，因为他是什么大愿自在力。可是他的示现呢，不是像华严经里面看到的佛，华严经里面的佛通通没有障碍的，好，菩萨都是飞来飞去，哇，怎么这么好，都没有障碍。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佛是什么？他是走路的，是不是？他走路要不要这个？你看结下安居，为什么要结下？因为这个时候呢，印度就很不方便啊，你走到哪里就是都是虫蚁啊，有没有？我们住在乐山就很感受，有没有？啊，坐着坐着，怎么东西在爬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其实它也不是困扰，但是也是不方便。它不会让你生死轮回，可是就是一个什么，一个不自在啊，一个不自在哈。所以呢，他这边呢就在讲说，佛陀他要度的时候呢，他因为还有这个无明哈，所以他在这个度化的时候，他的现身呐，他为了要度一般的众生啊，像这种啊，这没有智慧之眼的众生，他就要让大众看到什么？这叫裂印身，有没有？印身呐，印化，但是是裂的。是差的，所以呢，这边就讲哦，修多罗中或有说退堕恶趣者，非其实退，甚至于呢，有时候啊，他还要说像舍利佛这样，就有那个退道心的，退道心还当什么？当狗，是不是？然后当什么？当这蟒蛇，就是去退堕到变成毒蛇，那个其实是什么？我们就一直怀疑说，哎呦，那舍利佛这样，他就是还在起烦恼啊，那就是什么？其实他就是一个示现，他不是真的退啊，他要让大家知道啊，佛陀他有做过啊，这三途恶道的众生，也做过鬼王啊，那菩萨呢也做过面燃大士啊，那他也有到地狱去啊。好，那舍利佛呢有退堕到恶道啊，那现在呢已经成圣成贤。好，那这个其实是为了什么？给初学菩萨，我们还没有到性成就的时候呢，
他就很容易怎样懈怠啊、哦，很容易懈怠啊。怎样懈怠？你以为成道很容易吗？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觉得很好好容易，觉得很容易啊、哦？这哎，我今天已经会诵个经了啊，哎、哦，这个打坐啊、哦，做一点功德了啊，哎、哦，做出一只好香啊、哦，还会讲经说法了。是不是就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得意洋洋，已经厉害到不行了？啊，这世间人很容易起那个傲慢性，啊，傲慢性，我们就是会这样啊，这毛病就是这样啊。那一傲慢心起呢，你有没有要认真就不没有那么认真，所以很容易懈怠啊。那我们为什么会看到这圣者也会堕落，连圣者都会堕落？你看。啊、哦，是不是？可是呢，你那个不正见的就会说，哈，那个圣者也堕落，那圣者也不过尔尔。你看，傲慢心又跑出来了。所以，我们有没有傲慢？真的是傲慢无比呀、啊！啊、哦，都没有一种惭愧心，也没有恐怖心，啊、哦，只会怎样？看到哦，圣者也是有这些习气，用嘲笑的方式，啊、用愚这个什么看不起的方式，那你就是更离谱了。哦、所以呢这个地方呢讲为初学菩萨未入正位而懈怠者恐怖、哦、要目的是要让他怎样勇猛、哦、勇猛。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看到、哦、你看这 大菩萨目犍连尊者、哦、这个舍利佛、哎、他们都、遇到一些问题、哦、可是你没有看到什么，大部分都没有遇到问题呀，是不是？就少数遇到问题，你没有看到那个1250个比丘都没有事啊，啊，会有事的就那几个啊，好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会以偏概全，很容易就是用一个人的少分的问题，然后来蒙蔽、掩盖、否定大部分，是不是这样？哈，所以呢？令彼勇猛啊，最主要就是要让大家怎样发出一种勇猛之心，不要得少为主、啊、不要觉得自己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很用功了、啊、好像已经很认真了、啊、我已经很拼了、啊、所以永远都不够 啊，这我们的用功，我们的精进啊，这不够 啊。又是菩萨一发心后啊，远离却若毕竟不畏堕二圣地啊。这个菩萨在一发心之后呢，他就也不怕，哈，也不怕，哈，不怕什么？不怕听到这个无量的阿僧祇劫勤苦难行啊，好，就是这个修行啊，就很辛苦，是不是？那有很多呢，就会觉得自己如果没有了生死啊，生死怎么办？有吗？会不会害怕？觉得自己如果道业没有成就，那我这一生如果正没有正道，他、啊、会轮回，会堕落，会不会害怕？会害怕。可是当你有信心成就的时候呢，你已经很清楚知道，即使退堕也不是因为业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愿力，是不是？你随着愿力，你到娑婆世界就不是因为轮回。那即使你来娑婆世界有这么多的苦难，你会害怕吗？啊，甚至于你到地狱去你会害怕吗？到地狱去会害怕吗？如果你有信心，你知道地狱怎么进怎么出，你会害怕吗？你知道门在哪里，你会害怕吗？你就不知道，就不会害怕了。重点是你要知道怎么进去的，你要知道怎么出来的嘛。当我们都知道的时候，你是自在的嘛。所以地狱里面是不是有三种？第一个是什么？是被关进去的啊。被关进去，他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关进去？就不知道啊，是不是？好，他被关进去，而且他的知不知道怎么出来？他不知道怎么出来，他只会说谁来救我啊？啊，所以这是不自在的，这是业报嘛，业感。第二种是什么？第二种是在那边工作的啊，有没有工作人员？谁？夜叉啊？还有谁？
阎罗王啊，啊，里面的这些地狱里面的狱卒啊，有没有这管的啊？那个也是业障，也是业力啊，也是业力现前啊。好，虽然说，哎，我们这个我是在这边工作的，我不是受苦的，但是你要不要受苦？八热地狱，他在里面可以开冷气吗？他还是不行啊，还是很热啊，是不是？工作人员虽然他是负责添柴火的，请问他在那边有没有也很热？只是没有那么热而已啊，是不是？是环境也是很恶劣啊，他为什么不要选择去极乐世界工作？是不是？我在看有的人哦，他写他的工作写极乐世界，他是极乐世界的员工，好的，是不是？你如果在极乐世界工作，你根本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遇到的人不一样，你在地狱工作啊，这是我的工作啊，是不是也是少分不自在？只是他的工作是加害，然后就是啊，这个让这些施行者，对不对？他自己本身有没有受苦？他还是受苦，他还是要在那个地方啊。他就不是说啊，我不玩了啊，这个周休二日我要去休息，没有啊，他没有休息，因为地狱叫无间，所以他没有休息的一天。那他的工作是不是也是要无间？嗯，哎，挺忙的哈，是不是？劳逸不这个不符合劳动原则哈，所以这对他来讲，虽然这些狱卒啊、工作人员啊，他并不是受苦的罪人，可是他也是不自在，他不能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。好，那还有第三种呢，就是地藏王菩萨。地藏王菩萨有无数的分身，有没有？地藏王菩萨呢，他哎呀，他是去那个地方度人的啊，所以他基本上呢，他在地狱犹如在净土，他不受地狱之苦，他没有地狱的，他心中没有地狱啊。好，他心中的所有的众生呢都是可度的。好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信心是成就的，他是在真如的基础上发心度众生，所以他是知道门路啊，知前知后，知进知退，他怎么来怎么去他都清楚。好，那这样子他会不会担心哎呦，我现在如果进去出不来怎么办？不会啊。所以他在娑婆世界他也是娑婆三圣，他在地狱他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，是不是？那两边跑，那为什么娑婆世界的会有地藏王菩萨？地藏王菩萨的主要愿力在哪里？主要愿力在地狱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到地狱的人是已经怎样？已经是关起来的了嘛，在受报了嘛。你到地狱去呢，其实已经很严重了啦。所以为什么佛陀要讲《地藏经》？要讲给谁听？哈，你到地狱，我再告诉你，你为什么进来？这样啊，来得及吗？就是还没有去就要告诉他，我告诉你哦，那个地狱里面的人他都是怎么去的啊？讲给谁听？讲给娑婆世界的人听啊，讲给我们听，所以会在这边流传嘛，在这里流行啊，哈，好，那哎，流行的哦，我就听到，你看在刀立天宫聚集的这一些鬼王，他们也都是讲什么？他说佛陀，我们哈、哦。经过人家的家庭，其实我是想要让他们怎样家宅安宁，生的人活的人生的时候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想要去保护他们。没想到呢，这些人都是怎样多恶少善啊，我怎么办呢、啊？我们很想要帮助他，结果他们都没有办法、啊、有没有？好，那他们在哪里？这些鬼王是在哪里工作？也是在人间啊游行，有没有？所以为什么娑婆世界会有地藏王菩萨，会有这些啊鬼王？他们其实是要保护这里的人。记得啊，你不要啊，那个地方不好玩啊，地狱不好玩，你不要去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为什么娑婆世界要行流通这个地藏经啊，
因为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不敢听，等一下听的去的怎么办？不是听，没听才会去啊，因为没听你不知道啊，原来这些行为的后果啊这么严重，就要听啊，听了之后，哎呦，原来如此哦，我们一定要改，一定要减少杀生，是不是？你没有这种观念的、啊，好，这个孩子生了怎样请客？请客的时候怎样就杀生啊，请一百桌就杀一百只啊，还不止一百只嘛，为什么？因为要恭喜啊，恭喜一个孩子的出生，杀死千千万万的鸡鸭鱼肉啊，你这样子对吗？是不是合理吗？啊，是不是不合理嘛？但是一般世间人以为这样就是很阔气啊，很厉害啊，好，是不是应酬我要请你客请吃饭，吃什么？就是吃你平常家里面吃不到的嘛，就要吃什么山珍海味啊，不是就这样吗？好，应酬就要怎样？要喝酒啊，好，大家就是要去吃名贵的啊，你要追求，你的世间的追求都是被宣传出来的，你以为这样叫做对吗？啊，死的时候呢，哇，这些人都来怎样，都来帮忙，所以我要怎样，好、哦，我要办桌请客啊，民间习俗就是如此。那有多少的人知道不要杀生？所有的人都不知道，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，99%的人都不知道。台湾只是相对比较多吃素的，相对也不是这么多啊。啊、哦，是不是？要不然你看，全家吃素有几个？都是一个家庭里面就一个，然后每天就是在跟那个不吃素的在那边抗争，有没有？哎，抗争到最后，你都赢不过人家，你只好自己躲起来吃啊，自己准备一个锅子啊，人家还嫌你麻烦，是不是？还嫌你啊？哎呀，这不合群，很讨厌啊！哎，学佛的都这样啊，是不是？世间人就是这样子啊。你根本没有办法说哦，在这种环境里面还哦很坚持，然后有影响力，没有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整个文化，这整个社会，大家已经理所当然，而没有去反思，没有去反省，所以呢，这是菩萨为什么他很发心，他即使这么困难，这么难的地方，度一个是一个。度十个是十个，是不是？就他就没有怯弱啊，因为他知道，他知道这是该做的，好，是不是？啊，做的有没有效？做你有做就有效，老师讲是这样，佛法是这样，你有做就有效，你不要先开始说啊，不可能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从不可能变成可能，事在人为，啊、哦，事在人为哈。你看玄奘大师一个人，他知不知道他去印度回来之后会怎样？不知道啊，但是他觉得一定要有人去做啊，有没有？他会不会死？他不抱着必死的决心啊？宁向什么稀土啊？什么一步一步什么一步死哈、啊，不回东土一步活哈、啊，是不是？我宁可呢死也是要去走啊。那你即使是可以安乐的、很舒服的，我也不要在这个地方就这样子得过且过啊啊。所以其实这个是菩萨的发心啊啊，菩萨的发心是远离怯弱，他是要很勇敢。哦、很勇敢、哦、那甚至于呢勤苦难行也不怕、哦、也不会害怕、哦、以信知一切法从本以来自涅槃故、哦、所以本来就如此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本来就在，不会因为你做或不做它就不在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悟或不悟在不在？在呀。那你现在有学法跟没有学法，这真如自性在不在？在啊。那
那你会不会讲话？真如自信在不在？会不会做事？在不在？都在呀。那你在，你却不用它，你不是很可惜吗？就很可惜，有没有？所以其实人会自私，是因为他愚痴啊，他不知道他自己可以不用这样啊，他不用保护自己，他也不会受伤。他保护自己哦，他只要有那种受伤意识哦，他怎么保护都没有用啊，他有被害妄想症啊，是不是？很多人他是哦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哈、哦。要你如果没有武装自己哦，你就很容易受伤。哪有，你就是不懂你自己的真如，本来就不受染啊，所以才会在那个地方说啊，这个人有没有你要得到什么肯定，你要得到什么成就，不用啊。可是菩萨的发心，他不是为了得到某一种肯定、某一种成就，他是不辜负你他自己吧？他依着真如自信，他相信他自己能够做一点什么，能够利乐有情。只要他在做，就整个世界都在转，都在变啊！有没有我们《华严经》里面讲那个转变啊？如果无量的众生都发菩提心，这个世界就在转变。好，所以要知道啊，这是可以改变的。好，当知转胜。好，我们前面讲的叫做信心成就啊，他就不怕了。信心成就不怕了，接下来会怎样？开始有动作，这个动作是进入什么？解行发心啊。就是你的信心成就之后呢，你相应的行为，你就会怎样？开始有动作。什么动作？行菩萨道。行菩萨道怎么行？你可以坚持到底的原因是什么？你可以一直做的原因是什么？你不停的原因是什么？我要行菩萨道，因为信心嘛，我相信只要我们有做就有机会，有吗？好，所以大家会很认真，我一直诵经啊，你诵经的意义是什么？你看我们大部分的人刚开始诵经，一开始都很精进，有没有？诵到一段时间就会开始有人退出，有没有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会退出？因为他怎样？因为他怎样？因为他怎样？其实就是信心不够啊。他觉得哎，这样子没有效，你送这个啊，好像没有什么效果，我的人生没什么改变哈、啊。然后我们这样送，没有什么意思，啊、就是然后哎，打坐坐一坐，哎，为什么会退出？啊，哎，修行，哎，我要出家啊，然后继续努力。啊，为什么会退出？哎、啊，不要玩了啊！这个好像这条路也没什么效果，没信心啊。所以信心不成就啊，就很容易中途怎样？在一万劫当中会怎样？会退心，有没有？一万劫，在这一万劫当中呢，他这信心不成就的时候，就进进退退。退呢，他也没有完全退，他也不会退到三途二道。好，就退到什么二圣地，有没有？就说哎呀，我还是啊再休息一下好了哈。哎，可是休息一下呢，他又会怎样？又会遇到一个善知识啊，就鼓励他哈，是读到一部经，嗯，对啊，这个实在应该要发菩提心啊，所以开卷有益啊，多读一些大圣经啊，你读了之后，你就会很有怎样，很有动力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菩萨呢，他在发心的时候啊，到这个阶段，到第二个阶段呢，叫做解行发心的阶段，就是前面已经信心满足了，信心成就了，成就之后呢，他现在的行为啊，叫做什么？转胜啊，他会变成行动，就是他的信心已经到可以变成行为，而且呢，举手投足都在度众生。好，
所以那个力道就会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。好，所以菩萨从出正性以来啊，什么时候会圆满呢？叫做第一阿僧祇劫。好，第一阿僧祇劫啊，这个是时间。好，然后于真如法中啊，深解现前所修离相，有没有？就是执心正念真如法。好，真如法呢，它现在已经开始怎样？开始有解行的配合。那他修什么？就修这个啊。哎，我们看十七页的这里，于真如法中深解现前啊，所修离相，修什么？以知法体无牵贪故，有没有？修什么？因为心的本体没有贪心，没有牵，牵就是什么？就小气，牵就是小气。啊，牵就是自己不愿意给，叫小气。啊，贪是什么？贪就是想要从别人那边变成我的，你的口袋的东西变成我的东西，叫做巧取豪夺。啊，贪是拿嘛，啊，是不是积聚？然后牵是不愿意给，给不出去，所以。有的人的问题是贪，有的人问题是牵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牵贪呢，那事实上呢，你的本心没有牵贪，好，本心是无量的功德，你有什么给不起的？是不够啊，你才会觉得给不了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有什么东西是永远给不完的？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永远给不完？啊？你有什么东西永远给不完？你没有哦，你没有东西给不完哦。你的爱有没有给不完？你有源源不绝的爱吗？有吗？没有哦。啊，你源源不绝的爱没有哦，那就慈悲啊。菩萨就对众生就是有源源不绝的爱啊。哦，父母对孩子有没有源源不绝的爱？就你只要有曾经爱过谁啊，爱过什么人啊，甚至于爱自己，你就会有，你会发现有一个源源不绝的爱呀、啊，那个是用不完的啊，你没有干呐、啊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心的本体本来就具足这个功德啊，所以你有没有东西是可以给的？有啊。没有吗？好，我们常常说，哎，我可以给你钱、嗯，没有啊，因为我没有钱，是不是？钱是有限的啊，财务是有限的，可是我的心是源源不绝的、啊，好，是不是？力气有没有源源不绝？其实力气有哎、欸，你没有练就，你会觉得不够嘛，哈。好，你的菩提心有没有源源不绝？菩提心有源源不绝，你的智慧有没有源源不绝？智慧源源不绝啊！这些东西佛法里面教我们修行的东西啊，这些法门啊，都是会开发我们源源不绝的这个本体。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件事情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我开始可以开发我的潜力了。以前给不了，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，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有这个东西是源源不绝的。你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哈，你说啊，我遇到一个众生，他说啊，他很苦啊，我们一起来想办法，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困难？我们一起想办法啊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想办法，就不是说啊，你今天呢来跟我。啊，要什么我就给什么，不是？因为他常常呢，众生他要什么，他其实不知道，他以为他要那个，譬如说我要钱，他要钱做什么？听得懂了吗？我现在很痛苦，你给我100块啊，好啊，给你，我给你，我能解决吗？你100块拿去做什么？我要去喝酒，你觉得呢？所以救济这件事情，你就是有时候不够慈悲，你救济他不一定是
对他好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如果我们今天真的知道啊，诶，怎样是对大众是好的，你就会帮助他离苦得乐。好，我们现在的布施，有财布施，有法布施，有无畏布施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施？我们有没有做财布施？没有啊，我们送100万套华严经还不叫做财布施吗？是不是？经书免费送，金刚经塔免费送，有没有财布施？啊、哦，是不是大施主来了？啊、哦，是不是？这个是财布施。好，那第二个还要法布施啊。我们送了经之后呢，还要目的是什么？你拿了之后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要不要追踪？追踪怎样？哎，你那本经拿回去了之后有没有读啊？啊、哦、啊，你不好读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很难读哈、哦。哎，那师父陪你读好吗？好、哦、啊，我师父每天陪你读一卷好吗？你就这样啊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他说，对呀、啊，我想读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读啊，不会读，这个字都不会念啊。啊，那师父陪你读哦，好不好？好、啊，他说，哎，好哦，真的哦，师父你愿意陪我读？有啊，啊，那你什么时候要可以读？5点有一次啊，哈、啊，啊，7点师父要陪你读啊，哈、啊，是不是？下午4点半，啊，你说哦啊，可是我要煮饭呢、啊哎，没关系，6点半，啊，还有呢，哦，还有8点。你睡不着，你刚好8点啊，读完你就可以很好睡的，啊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们就有很多什么方便嘛。你哎，可是读了不懂，哎，刚好你读完这一卷，师父就讲解给你听，啊，师父讲解的很简单哦，每一个人都听得懂哦，是不是？好、啊。而且呢，你如果这个师父听不懂，那还有另外一个师父哦，你有10个师父可以听哦，是不是？那每个师父都不一样哦，好、哦，所以呢，哎，你看，是不是就是要想要让大家懂？我们的目的就只是想要让大家懂，就只有这样而已啊，有吗？这是不是法布施？啊，你说师父，你解释这样子，我好像听不太懂哦，没关系。那我再研究一下，我再看怎么解释你会比较听得懂，有没有？好，那这是不是就是一种布施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的目的不是，哎，今天是我直播哎哈，你赶快上来帮我按赞，快点，是这样吗？是不是？冲流量，啊，冲浏览数啊，你不是为了要弘扬你自己吧？好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出现在大众面前，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什么？我这样子讲了之后，大家会明白嘛？明白了之后会怎样？你说啊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我以前得到了这一本经，我只是想要有钱，因为听说拿到这本经会有钱。好，现在呢，终于啊。原来什么叫做真正的富贵？好，没有烦恼，你不会花时间去唉声叹气，你不会搞坏你的人际关系，好，你不会心情不好就不会酗酒乱买东西，是不是省好多钱？好，甚至于我发心，我要当菩萨，我要出家，出家最省钱，出家之后。你也不用烫头发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每个月省下好几千块？是不是？好，出家之后不会买衣服了，啊、哦，每个月又省下好几万块。啊、哦，出家之后呢，吃什么？啊、哦，你根本就不会去吃那些有的没的，啊、哦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不是说都吃免费啊，哦、是但是你的吃就很少啊，很省啊。你有没有想想看，当我们。出家之后，你去算一下你出家之前的生活，出家之后的生活，那个开销，啊，是不是？真的哈、哦，算一算哈、哦，
那如果发现哎不对啊，我出家之后花的更多，你就要反省了啊。你就要反省，哎，这为什么以前都省吃俭用哈，啊，那现在出家怎么会变成挥霍无度？你就要灭亡了，你快要败坏佛法了，是不是？这出家之后发现，哎，原来这样也可以生活，哎，过得还挺好的，还可以。好，那哎，就是听听佛法，把佛陀的教法听好了，然后呢，哎，去解释给人听，这就是出家人的工作。哦，无欲无求，是不是随缘啊？那常住要我们做什么，哎，我们都欢欢喜喜的做，也不困难，也不会觉得自己该做不该做，我是什么身份，好，哦，你叫我在那边洗菜啊，哦，不会，你是不是就完全很少有在那边烦恼这个烦恼那个的机会，就减少了，有没有富贵变成富贵中人啊？心里面的那个充实啊，是很富贵，又可以帮助他人，很富贵啊。我的朋友里面也有很多想不开的，哦，这关系很不好的，诶，我现在有了这个方法，我愿意分享啊。你看前几天那个什么凤妹就讲她先生啊写的那个金刚塔，是不是现在疫情在家一直拼命写，一整天没有其他事，就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啊，对不对？每天都在那边写金刚塔。你如果没有这个活动啊，你每天就是在那边担忧疫情什么时候解禁，怎么办，我的人生快要活不下去了，是不是都快要活不下去。一个企业一家一家倒，一家一家倒，救济金又领不到啊，救济即使领到了也没什么用，是不是也不够花啊？那怎么办啊？疫苗打了有没有危险啊？有危险啊。不打有没有危险？还是很危险，是不是？这是怎么办？所以你就在担忧啊，时间都花在担忧啊，然后每天就看电视看最新发展，哎，就一直看还有多少人死，今天比较好的就是死比较少人，叫做比较好。全球每天每天一直在累积，一直在增加这些问题，我们一直焦虑没有帮忙啊。好，现在会懂得共修了，我知道哦，我与其焦虑五点就睡不着啊，赶快打开视频念个经回向，有没有？晚上已经焦虑到睡不着，打开视频，哎，啊，师父有还在，哦，是不是？从早到晚都在，哦，所以师父一直陪着大家，哦，只差没有时差的那个半夜午夜场，哦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如果是啊，从早到晚你都一直反正闲着，都一直跟着这个行程，哦，你都忙不完了。老师讲是这样，那昨天有个居士讲啊，哦，师父你那个这个怎么这么难啊，我光是听大声起心论听15分钟，哦，我就一直写笔记写笔记写写到呢，哦，都还要重听，我光是听前面15分钟我就要听2个小时，太好了，他可以听一个礼拜都听不完，是不是？从早到晚每天都有课，你光是跟着这个课哦，你都没有时间去打妄想了，一天一下子就过了，一下子就哎啊，怎么解禁了哈？啊，外面的世界哈，是不是山中无甲子，寒尽不知年？哪有时间在那边怕谁来诈骗呐？谁来怎么样啊？谁来占你便宜都没有了。法体本来就是富贵具足，当你听闻佛法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哎呀。真的是人生最大的快乐，就这件事情啊，这样还要去做这些啊巧取豪夺的事吗？傻的才会这样，好，分享都来不及了啊，就是好希望大家都来学，好希望大家都来听，好好希望都来行菩萨道，就这样啊。所以财布施做了嘛，法布施也努力在做了，给大众呢远离恐惧，这件事情真难啊，但是我们也在做，
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就是这样子的功能呢、啊。啊、是不是？那全部都是依据什么？依据真如，因为你的那个心啊太重要了。好，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下面在十八页的地方哦，啊，这个他有了这个布施，对不对？有财布施，有法布施，有无畏布施，在哪里？在十八页啊。十八页他告诉我们修行信心，你解心发心的地方呢，你要配合修行信心。还有布施门啊，布施门的财布施是什么？若见一切来求索者，所有财物怎样？他告诉我们要怎么修布施。你的财物是随什么？随力施予。他没有跟你说你全部通通都给，你看你随喜，你能发心多少就发心多少，不要怕，不要怕给不完就不给，我们就是随缘给。随力嘛，因为每个人的力量不一样，所以为什么发心不能比较？有没有？有的人发心100块很容易，有的人发心100万很容易，有的人发心1亿很容易，对他来讲很容易。但是如果他不发心的时候，他一毛都不要拔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是发心的问题，不是你有没有的问题。因为这里布施叫做随力嘛，好，随力，好，随力施予，好，好，这个以自舍千贪令彼欢喜。所以原则是什么？要欢喜哦，而且是真欢喜。如果有骗子来骗你，你要让他骗吗？不可以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对他来讲，他不会是真的欢喜，他的欢喜是造业啊，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布施是不是要有智慧？要有智慧啊！我们现在是，我们道场啊，是接收大家布施，但是我们把布施来的财物，作为什么？更殊胜的布施。法的供养，我们在做这个事情，所以你得到的这一些资财，好，我们要作为什么？你要很清楚。好，你是在帮大众管理财务，转作为殊胜的处理，转作为殊胜的处理哦，左手来右手去，但是这中间呢，是因为我们得到大众的信任啊。大家就相信师父做的不会是坏事，做的是好事，是不是？所以身为这个管理者，你是不是要很小心？因果不可不慎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戒律里面呢，管理常住的财物非常的重要，常住物，这属于十方的道场的东西。不是有的人说啊，师父你那个灯好美哦，哎，送你2个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不可以哦，因为你得到的是这个，不是你的东西哦。好，什么时候可以？你要开会，所有的人同意，好，你才可以把道场的东西拿去做其他的使用哦。好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基本上呢是需要有一个规范的。好，共众的东西，因为有共众，所以都可以用，所有的人都可以用。好，可是呢，如果不是共众的，是属于道场的财物，不可以哦。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居士呢，他会问说啊，师父你这个书啊可不可以借？可以借，但是要怎样？要知道这是常住的，藏经阁的书，哪里的书，就是大家都在公用。好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哦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他不懂这个因果的道理，他就会觉得啊，他可以占道场的便宜，这种人最傻。有一些生意人很傻哦，他在骗师父的，骗道场的。
好，这种人最傻哈，因为他遭的罪啊，比一般骗别人的罪还要严重。好，但是身为呢守护者，我们自己就要守护好。好，好，那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个呢，哎，我们要建道场。为什么建道场跟一般的布施不一样？好，供养一个恶人，恶人吃饱了会怎样？做坏事，因为他的心没有改，他得到了利益，他的就是要满足他。你看世间人不恶，但是他也没做什么好事，有没有？大部分的人赚到钱，都先满足自己啊，所以这个有人就是豪宅，对不对？啊，家里面有钱就住豪宅，然后呢，哎，开跑车啊，然后过奢靡的生活啊，偶尔呢，哎，做一点善事啊，捐助个五万十万啊，也有捐。做善事呢是附属品，但是呢，满足自己是主要的工作，人之常情，因为这是他认为钱是他赚的啊。可是呢，哎，道场呢，所有的来来去去，十方来十方去，所有的师父省吃俭用，为了什么？啊，这盖好的道场，为了让更多的人来修行、来用功，慈善有慈善的功德，出世间有出世间的慈善，出世间的慈善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受戒。所有人都不做坏事，所有的坏人变好人，所有的好人变圣人。所以你护持道场跟去济贫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后续，有没有？你让师父吃饱有没有用？很有用，因为我们吃饱了，我们都不敢闲着。好，有没有？你让一个坏人，一个醉鬼吃饱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好处？有，他会活着继续去喝酒，是真的啊。但是你说啊，怎么可以分别心？事实上短期内是分别心，有一天他真的觉悟了，我相信他有一天会成佛，是不是？但是那一天很久啊。好，所以如果以这个什么以优先顺序来讲，就是功德嘛，它的效果嘛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先救什么？如果你的救济是有限的，你要先救什么？先救能救人的人，听得懂吗？是不是？你救了一个人，他可以再救十个人，你先救他嘛。好，所以为什么佛陀来到世间呢？他先度菩萨，因为他需要一个团队，他不能一个人啊去救一百万个人，那不够啊。你要救一百万个可以救一百万个人，就是怎样？如果你救的这一百万个人，每一个都可以救一百万个人，是多少人？一百万乘一百万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是最早的那个传销，有没有？好，你要度到一个可以度无量的，你就赚，就是修不完了。啊，修不完。以前呢，建印法师要出家的之前呢，他就问老和尚，他说：“师父，我会赚很多钱呢，啊，我赚很多钱，我很会赚钱，我是印钞票的，啊，是钞票机啊，也很会赚钱。我会，你在建道场，我可以给你很多钱。那我出家就不能赚钱了呢。”是不是出家就不能再做那个世间的事业了啊？这是真的啊，出家不能再做生意了，那怎么办啊？是不是那要出家吗？老和尚最有智慧啊，是不是？在度一个会赚钱的啊，哎，度来了之后，他就去找了一百个跟他一样的，他会度很多跟他一样的人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度一个会说法的，他会度什么？度到十个会说法的，有没有？因为说法会吸引，好，怎样吸引同质性的人来嘛？啊，然后会行菩萨道的，
会吸引谁？吸引同样是菩萨的，因为物以类聚嘛。所以度一个企业家，他会度什么？度十个企业家，他是度百个企业家，就不得了啊！这是最聪明的啊。所以呢，要度谁？度领导人，这度菩萨，这菩萨有影响力啊。啊，你看我们台北那个法手有没有？哦，那个一发心，哦，这很多很多人都被他拉进来带动啊，所以有很多居士都是这样，很多的菩萨就是很发心啊，这个发心呢，他就会很怎样，会有很大的效应。好，那这个修行就是这样，你今天成就一个道场，成就修行的团体，我们的僧团是包括四众弟子。有出家，有在家。在家只要发菩提心，就是菩萨僧团。我们就是一个整个大团。这个大团呢，大家都发心，就会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发心。那你护持这样子的僧团，它就会发挥更大的效果。它会把大众的这种物资，把它作为更殊胜的使用。所以效应是什么？效应就是真的就是有功德较量啊。四十二章经里面讲的效应就是这样，你供养一个持五戒的人跟供养一个受三坛大戒的，你比起来，人家当然要去供养法师啊。所以为什么法师很重要啊？是不是因为你就是代表佛法啊？那我们自己呢，要成为什么？一个无念无修无证之人之前，你要先有念有修有证啊，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啊，出地二地三地四地啊。好，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努力的嘛。好，这是努力的，因为这个不需要任何条件。那当我们修了这样子的福德跟这样子的智慧之后呢，你就不会辜负大众的护持。所以布施它里面有这样子的层次啊。所以第二个呢，叫无畏施，若见恶难恐怖为逼，随己堪任，施与无畏，都是随力的嘛。啊，再来呢，若有众生来求法者，随己能解嘛。有没有？他这边都讲，你就是随你自己的状态，你自己能够讲得好就要多讲，讲不好就要学习讲，是不是？我不能够理解，可是这件事情对大众来讲很重要，你要帮忙啊，怎样？要协助，用很多种方式去让自己懂，也可以让他人懂。好，所以呢，这边呢，就是这个随己能解，方便未说啊。那最重要的，不应怎样贪求名利恭敬，唯念自利利他，回向菩提。说法的态度很重要啊，要名要利吗？啊，不是，要希望成就大众，越多人发心还越好。哦，佛法里面是这样，你越喜欢听法的，哦，通常都越好用，因为他的思维方式会被改变，他做事的习惯就被改变。好，那你没有听法，虽然很发心，可是有时候他就是用我执在发心。好，所以一定呢，你要度大众啊，一定要鼓励大众听法闻法。好，只要他听闻佛法，他就会发生他的观念上的改变，会改变他的见惑，破见惑嘛。所以知见很重要啊。所有的法门里面，诵经、打坐、拜佛、闻法，如果真的要取舍，他只有一个时间，你要教他什么？要听法。因为他听的才知道他为什么要诵经，为什么要打坐啊，为什么要拜佛，为什么要做善事啊。
可是听法的困难是什么？听法的困难是什么？因为听法很大的问题是他为什么听不下去？因为听不懂，听得没兴趣。所以这是说法者要努力的，要说到让大家听得懂，然后有兴趣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个其实听法的困难啊，是第一个听法者的根性，有时候听到不是适合他的啊，有时候听不知道听什么啊，所以随便看，对不对？都是这样啊，点进去听一下，前面五分钟就关了。因为你就听五分钟，你就会知道你喜不喜欢听这个，啊，听这种方式，听这个腔，听这种诠释方式，就是这样，啊，你喜不喜欢这个师傅，长相合不合你的眼缘，哈，是真的。对弘法的人来讲，很多很多的挑战，因为他筛选太多的那个机制，啊，但是呢，如果呢没有听法，通常啊都很难在这一条路上坚持到底，除非他自己本身就是大菩萨。所以我们自己是法师，我们自己也要多听，多听闻佛法，就是你只要有佛法你就要听，发心听，什么法你都听，听了之后你就会知道，这个讲的方式还有那个方式，像我们最近在写渐渐非渐，渐渐之时渐非是渐，这你就要去看啊，看憨山大师怎么讲的啊，莲池大师怎么讲的啊，以前焦光真见大师怎么讲的，这个注解是怎么解释的啊，要不然你就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懂还是不懂啊。好，所以呢这个叫做布施，法布施，法布施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我们休息一下，我们等一下来看后面的解行发心的部分。